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拿好，我最怕你这样碰掉。不会，我有抓着。手挂的，你刚才碰到。哇，整个路树都倒了，都起火了。那边是哪里啊？不是，哇，整条路都在炸，一新路整条路都在炸。不要过去，不要。哇，整条路在爆嘞！哎，我们这里要注意哦，这里有水沟盖要注意哦。老母，你顺者，看有啥物，啊，树啥物会滚起来？瓦斯外泄啦！啊，那个可能是瓦斯管，哇，整条都红的，我现在一新路，整条路都烧起来了，下水道爆炸。我先录个两分钟，因为这样太暗了。整条都黑的，那你就不要跟我讲说核能厂爆炸不会起，跟这样的不要过去啊！哎，我们去要看一下车子，不用，现在先不要过去。这边有没有冒烟？好，没炸，反正这样。整条路一直炸到瑞隆路过去了。哦，那边，我靠！干你娘，全亮哎！哎呦！哎，小心！哎呦！暴风！哦，好大的威力哦！超夸张的，是战争哦！哇，这会不会出很大的状况啊？很夸张哎！你们衣服什么要不要先准备一下？手电筒什么？这件事怎么弄？因为它一路炸到那个梦时代那边去了。连对啊，连这暴风都来了。我先录个三分钟。哎呀，高雄市便宜啊！整条高雄市都炸掉了，伤惨啊！我们全部跳电嘞，干今乱死啊！你看全部都灯，像战争一样，大家都拿手电筒出来，太可怕了！那也不知道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。哎、欸，那边会不会像那个战争一样，整个都？那边本来是在那边的。哎、欸。我觉得不要太靠近，我觉得不知道会炸到这边的管线。哇，这样会不会有人开车开到那被炸了？有可能的。好，先录到这里了。现在先不要出去，现在先不要。